三蒸清香，无异味，切开才是好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胖。今天的话就两个人吃饭，咱们就煮上这么一块。咱们就煮上这么一块，就给吃了。先把它的老夹给搓干净，搓得金黄金黄，看看。盖上锅盖，给它焖一焖。大家可以看看鼻子连着咱们这个肥肉，真的是肥而不腻，而且鼻子的话 Q 弹 Q 弹的，太安逸了。锅内咱们煮的已经很趴软了，咱们可以直接撕着吃。真正撕着吃的火腿真的是也太安逸了，别人有手撕鸡手撕干巴，咱们有手撕火腿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咱们就给大家拍到这里了，有什么不懂的或者想问的，评论区下方给我留言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